叫做冯太极，冯世杰你是会好些。我冯太极不是什么大人物啦，啊，不过我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啦。啊，不，你莫管伊的代志啦，明仔开始你就无咧伊的身躯边啊，伊家己偶像团啦。我不要，你每次都不问过我，就自己做决定。妈妈是会这样，这跟你妈妈什么关系啊？你妈妈想过生理的，再让你母管吃点事。你无定听人去讲，那囝儿是谁来出事哦？就是要来甲爸母讨债，做爸母的，哪有这样轻松？你不怕？我要闯天涯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只想快乐一天，不是太过分的要求爸爸。你来出招，玩具已经太多，你有没有希望爸爸帮你做什么？发现一个方法，我要求爸爸做什么，他都会做哦。2月16日周日晚间10点，我的布爸爸。